你来啦，请坐。你好。小心！英子，你醒醒啊！英子，你没事吧？你要挺住啊！
让我再看看温格，都别进去了，走，执行任务。 麦子，那你妈去上海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嗯，她昨天打过电话，说明天上午回来。啊，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。说话方便吗？方便，就我一个人。嗯，我还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说，你最好能过来一趟。哎，麦子，我现在有点事儿啊。 我过一会儿给你打过去，好吗？挂了。喂，查到没有？好吧，继续查。我让技侦科锁定了余光池的手机，但是通话的时间太短了，查不到。 关机了，啊？怎么办？